LGX 这边直接是一个手雷炸倒了这个诗润跟。哇 ，Pink 一次打了好两次啊，好扯哦！到了 KEO 的脸上哎，太狠了吧，直接进房了。准备先带掉一波，先打掉 YG。不过屁股后面来人了 ，Steve 补掉 Coco， 侧边小 Y 跟队友都来支援 ，Steve 跑到隔壁房间先放倒了小 Y。哇哇 ，UNG 反而想退，反而被 KEO 反摆到啊！大获全胜啊！这边是 K 七会抢到呢这个好位置。决定往前被炸到一点血量之后，被什么 YA 直接击倒，但是哇，直接打呆补啊，他就好了，因为你们已经击倒一只了、哦。他现在才推了之后，被反正被这边打到了半血，血线有一点低，不过一样被 YA 倒地了，击倒。哎呦，励志这边是拿下了 K 七的人头，非常的漂亮。X 出的灰这边抓到了 ND 的位置，哇，放倒了一个。PP 二八也太稳了吧，再放倒路人。远距离、中距离把两个敌人带掉。这边是抓了一颗手雷，刚刚一直要丢，可是没有丢出去的手雷有那个。这个雷有点危险，小智又被击倒，炸倒了小智。敢打、啊，只敢放任他。目前打了之后，哦、小智没被带掉，反而是跳射 jump 大的 N。哎，倒地了，边死了，哇，非常漂亮，拿到一分。把雷的逮捕想用平底锅打掉，还想皮呀、啊？又拿到两分了，难道 HQ？ 没错 ，HQ 这边太想皮了，这边关键性的失误哎。我的天哪！从四打一变成二打一。的位置其实非常的好，因为左右侧箱，不过左右侧箱红过来，直接 rush 过来，想要打这个上面右边那个 HQ 的成员，不过还是被红的车一枪先直接带掉。的一些队伍就会拿到。然后这边是 XPG， 这边 XPG 看到了 KEO 还没有进房哦，就先被打倒了两个，而且是一个九十度的交叉枪线，分别没有那么快的套拳，不过左侧枪线已经先把 OYG 打掉了。哇哦，侧边这里打到小狼的哦，炸倒小狼的是 Milk Milk 的一颗雷炸倒了小狼跟这个 Misty， 因为他们不知道弹到底。GX 这边做了一波提速，直接想撞到防区，没想到长腿直接被砸倒，哇！而且是直接鞭尸，这边并没有选择去鞭尸，而是离开。哎、欸，哇！那在驾车离开的同时被老九追车，直接把车爆了，哇！一失三是遇到又是 AG 这个强队。上一把可以打赢这一把呢，应该是 OK， 完全没有问题啊。H 这边如果全部灌进去的话，其实 KNS 应该是会被打爆的。好，开始做 rush 的 QDL 跟 JUP 其实都非常危险。对，两边其实都有可能会被毒死哦。那 YUU 现在是趴地的一个情况，那 QDL 的凯在上面想要来做收头，有没有机会呢？那这三组其实在这边缠斗了真的是非常的久哦，凯被下方的一个。这个手雷直接给炸倒了，第四个队伍十个存活。侧边这里嘉欣直接先收掉了小玉，对压力也是。侧边 JuPlay 已经先被淘汰了，不过火旋被远方的，火旋被远方的这个奈何给打倒了。目前两队七个存活 ，HQ 现在是满编的，对他们一定要么就是有车。哦，小七这边先被打倒了，阿边。率先的打出一个破口，不过这个手雷非常漂亮，哇，直接把阿边也给打倒了。HQ 基本上没有问题，这边直接小智跟红这边做一个 push 之后，奈何跟阿边直接先被编掉，那剩下是一个 GH 位置还在拉血，那基本上这一包血如果没有拉起来很危险、哦，拉起来了，过来之后击下到 GH 这边拉血其实有点尴尬，因为他这边不管是拉血或是不拉血，其实都相对危险。做一个侦察位。这边东派的品轩果然是跟 K7 遇到了哦，哎，一打多的情况底下，他还是扛住了，打到了一个 Bandit， 但是马上就被冠马给补枪补死了。那侧边直接躺下，漂亮的打倒了 JN。哇，那这样子反而是 K7 损伤较重哎。其实现在基本上劣势，地府这边整好了，那有 bug 应该是往后绕了。基本上哇，被抓到位置，外边枪线。这边是东泰，东泰的 C head 从侧边远距离的一个支援到了哦。那这边真的是 K7 虽然说先一开始先打倒了对方的一个队员，但是没有急着要鞭尸，反而是选择救队友。那东，没错，东泰选择 push 被 diff 点掉，非常可惜、啊。肥羊这个 push 有一点太靠前了一点了，里面塞了一颗烟，然后。不过比较尴尬的是侧边枪线没有发挥好，反而被炸掉。完了，那 C head 倒地有没有机会？哇，直接是
哇，反而被地府炸掉。不过地府这边啊，没有补到枪啊，比较可惜，岌岌可危了哦。剩下皮克跟几口，哦哟，这边火拳直接跳上来把几口打倒哦。那剩下最后一个 Pink 有没有办法一扛二？哇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，因为 IT 还是有点凶猛啊。真的，那这样子 VG H 这边 Rush 上来，滴滴面对三方枪线直接被带掉，完全没有问题。H 这波冲的话，其实还是做得过快速够及时啊。对他画面哦，有点可惜。哇，这边火拳出枪带掉之后，不过目前的阿伟红还是一个倒状况，拉了一颗烟之后往前 push。他们还是这个相对比较敢push，因为他至少要把他的队伍保下来了。哇，不过这边力士很凶的拉过来，完全打不到火拳。拉过来的是 Dinosaur， 反而是被火拳给放倒了。哇，侧边伟红也放倒了芋头。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力士。第三个 Q 六，还有压过来，完全承受不了枪线。哦，这边是各倒一个。对，反而是被湿润侧翼的枪线打掉。他算是帮了这个。哇，长腿残血的情况底下，又探头出去把火拳给鞭死。对，大概真算是这个帮了 GS 大忙。这边那 YUU 的话，这边还是抓到长腿的位置出枪，不过很可惜没有打掉，把长腿打到残血之后，打倒了。但是正面进来的是这个湿润，还是把他给收。这边是阿边直接拔了一只手雷丢到窗户里，而且侧边这个奈何直接是一个枪线从窗户打进去，把 NZT 给打倒了。TNS 这边瞬间就掉了一个盾的推进。选了 Rush， 然后把门打破之后，奈何枪线出来，马上把我们的 Egg 补掉，完全没问题啊！这是我们这个单兵实力够强的奈何能做到的是逼出来。哇，哦、侧边这里被发现了，直接被打倒，直接不血两颗雷，小七直接压进来收掉了最后的一个人，算说最后拿到。哇，这边枪线还有励志四个队伍，励志这边就是基本上收稳的滚盘了。ND 这边上来之后，应该是会被毒圈放了，因为血只有一点点而已，反而是被这个 N 拉克击倒之后，励志新势力把 ND N 的 Nuta NUTO NUTAO 直接击杀掉。哇，劣势上的话，一定要先把 JOP 打掉，不然其实在他们进圈的话有非常大的阻碍啊，打掉了。哎呦，这边是。远处的几颗的枪线把地府给打全了，不过侧边这里一个手雷军人去直接把对面的一个队员给炸倒，剩下这个万根几颗，几颗也已经倒地了，老九的枪线架了非常久哦。那剩下最后的万有没有机会一打三呢？这个真的是收圈的问题哦。AG 的圈真的圈运比较好。对啊，他们这一波其实基本上怎么打都很灵啊。如果是我推荐的打法的话，会比较像是先丢个几颗烟舟往前 push 过去，或是先几颗雷给这个万带到很大的这个压力之后，往前 push 过去的话，基本上其实也是很容易打到。不过呢，那侧边 XPG 也是直接跟 KT 开打了哦。那 KT 这边进圈之后，直接是第一个撞到的是 XPG。那房子里已经倒了两个，最后一个倒地的是谁？最后一个倒地，哎，画面又转到了 ND， ND 这边直接进攻仓库哦。哇，这边是一个仓库大混战，最后一个人被收掉了哦，由 ND 拿下了这一个人头。怕的哦，一个人扛三个，侧边这里的枪线，哇，被打了一个侧脑 ，Misty 把 Mary 打倒了。那 Rose 直接前面补枪把 Misty 也给收掉了，但是 XPG 三个人直接 Rush 出来也收掉了 Rose 哦。那这边 UNG 就有一点尴尬了哦，倒地反而是自己送自己葬送了之后 ，UNG 也倒了。那这里是 VG 的一个抢攻， XPG 才刚打完一波 UNG 的会战， VG 马上就来了，还来不及整装旗鼓的人已经是倒了三个 VG， 哎，我的天哪， XPG 今天枪很硬哦，已经二换三了。那最后呢是由这个小罗小罗这边先选择来救队友机会。来看一下哦，吉科这个地方是瓮中之鳖，不过后面是 KO 的 Milk，KO Milk 出手了，直接把小羊给打倒了。那 VG 吉科从侧翼绕出来，打了一个侧脑，直接收掉了对方的两名成员。但是这边又被 GH 抓到位置之后，直接把 Fusi 直接带掉。哇，那侧边两边二打二，一个。斜角过去，最后赢的是 Juplay。哦 ，Mercy 这边是打掉了两个人，剩下灰一个人，有没有办法离开呢？或者是鞭死一个？看一下他会怎么选择。
这边选择要跟他们杀到底了哦，没有打算驾车离开。队友抓情报哦，不过血量已经有点残了哦，漂亮，非常漂亮的收掉一个人头，还能不能再抓一个呢？抓不下之后是把会师是输掉。哇，那这里 HQ 真是淘汰。两个 push 之后来一个雷，想要偷啊 AA。哎，这边出枪之后用一个草丛当做掩体之后，两个 rush 枪下过来，哇，非常可惜，直接被我们 winter 带掉，果然还是我们的 winter 枪男的。那 LIT 真的是很凶哦，打倒一个破口，直接开车往下来压陛下，哎，哦，陛下的位置是先看到了，起身，过来枪心过来，枪心已经来不及了哦，这个陛下起身的时候就已经先被打倒了，哎。只开门窗看到之后，第一个是 SPD， 被打到残血之后往后跑，拿着那一个急救包。哇，这个拉包的时候 ，M Lock 来了，哇，直接收掉了加薪，还在努力的跟。哇，露头之后被打倒。哇，非常漂亮，总算是把这个 PG One 给打倒了。而且我觉得基本上是打靶，但是面对 AG 只有一个石头掩体情况下，他们其实还在打侧脑，哎，非常的凶猛哦。对，他们的这个行进路线其实很少的。哇，果然一颗雷直接炸掉，哇，基本上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啊。两队员了。基本上思路应该是在等地陛下的位置，哇，还想要拉船跑掉啊！拜托啊，你在思路的枪线下，你还想拉船跑掉，真的是太不厚道了。还在帮队友架枪，哇，就打到了对面。哦呦，金龙这边就是架了一个伏地魔，然后就老硬逼嘛。那基本上奈何也没有把这个点位这个探好，那还是很可惜，直接被金红杀掉。已经站到了高点的位置，反而是 HQ 位置不太好。不过小七这边直接是先把阿贝给打倒了，然后嘉欣这里也是跟 Juplay 开战 ，Zip 倒地，最后被这个小黑给收头。哇，不过小七这个位置有点裸露，被老九击倒。侧边击倒了之后，君 H 补枪也把小智给打倒了。他只是取代掉。这边 GX 直接是放倒了一个 Rush 上来，先把兽皮给收掉。侧边还想再拉枪线，叉 PD 的血量不太好，不过湿润先放倒了对面的队员，剩下最后一只。残血之后，可惜叉 PD 先倒地了，还有 C Head。残血之后直接击杀掉，那 G A K S 这波攻防击打完全没有问题。人都要 Rush 进来了，有分就有那个杜德龙。树龙这边阿布先打倒了狮，先打倒了一个，哇，反而是被 BG 外侧的枪线打掉啊！边则是在疯狂给 GEX 压力，哇，假这边出枪，直接把 GEX 的 N Lock 直接收掉啊 ！BG 还是满员呢、欸，哇！不过侧边刚讲完 XPD 击倒，对，马上就击倒了 Pink 啊！那护卡的情况下就会被其他的枪线带掉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这边 LIT 反而是先跟 UNG 来对打了，而且直接打倒了两名成员。哇 ，GEX 刚才也已经淘汰的情况底下 ，UNG 也只剩下 Rose。Rose， 哇，我一直以为 UNG 这一场有望机啊。Rose 有没有机会呢？哇，差一点被电死了。对，车衣枪先带掉，非常可惜。啊，不过他是被电死的。他是被电死的，他是被电死的。我以为他车衣枪先带掉，哇，不过非常的可惜 ，Rose 这边没有拿到相对好的位置，又是由我们的 LIT 拿到这一场。